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见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部荒诞喜剧科幻电影《蠢蛋进化论》。顾名思义，这部电影里也充满了低俗气息，但这并不影响有意思的设定。电影讲述了未来人类智商在进化中变得越来越低下，从而引发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。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的当下，无疑是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：人类的智商真的会和科技发展成反比吗？ 二十世纪初，人类的进化走到了一个转折点。科幻小说都预测人类会在未来变得更加文明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情况完全和预测相反，人类文明一落千丈。当然，进化不一定是在智力方面，而是生殖方面。智商高的人群几乎生不出来孩子，智商相对比较低下的人则是一窝一窝的生。于是，高智商夫妻决定去做试管婴儿。可怕的是，丈夫还能在制造精子的时候心脏病突发猝死。 看着越来越不受控制的低素质人口爆炸，军方决定启动为期一年的冬眠计划，将队伍里面最最平凡普通、没有亲人的乔和一个妓女丽塔一起当做实验品。选他们是因为万一实验出了什么意外，也不会有人追究。在他们进入冷冻室后，基地由于某种特殊原因被关闭，大家彻底忘了这个计划，也忘记了还在冷冻室里的两个人。乔遇到这件事情也够惨了，但是更惨的还是人类的进展，在未来的数年。 低智商人口爆炸导致人类的智商却变得越来越低下，直至人类甚至不能解决他们最基本的问题，比如堆积了几个世纪的垃圾都不曾有人想去解决，直接导致了二五零五年的垃圾大雪崩。不过这也推动了一件改变全世界的大事发生，在冷冻室里的乔苏醒了过来，可是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他所熟悉的那样了。曾经人们用来喝的白开水，现在只能用来冲厕所，取而代之的是某种诡异颜色的波兰多饮料。 标准的英语在现在人们的眼里看来就是装腔作势，只有土味方言英语才是正常人说的话。昏迷了这么久，醒来的乔觉得浑身都不舒服。他走进了一栋看起来是医院的建筑，寻求帮助，却震惊地发现，现在距离他进入冷冻室已经五百多年了，沧海桑田，物是人非。他认识的所有人都已经死了，外面的世界他已经完全陌生了，这让乔彻底崩溃了。当然，有一部分原因是这个世界也太糟糕了，经济萧条，食物供应布满灰尘。 全球票房冠军是一部画面里九十分钟都是屁股的电影，难以想象这部电影拿了八个奥斯卡小金人吧？更离谱的还在后面。由于这个世界每个公民都要在身上纹身，手上还必须有一串条形身份卡，乔作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，被告上了法庭。而如今这些智商低下的人类根本不听乔条理清晰的解释，直接就给他判了重刑。警察带乔去手上纹好了身份卡后，还带他做了一个智商测试，问。 一个两加仑的油桶加一个五加仑的油桶，一共有几个桶？乔疑惑地说出了一个二。他以为这是个脑筋急转弯。在答完题后，警察便将他送进了监狱。但是乔灵机一动，这些人智商这么低，越狱岂不是轻轻松松？于是他走到狱警面前说，他本该是今天出狱，没想到狱警真的让他去另一支队伍排队。但是档案里并没有他的资料，于是乔拔腿就跑。 顺利的逃出了监狱，然后闯进了一个男人的房子，并从他口中得知，很多很多年前，有一群聪明人造了一个时间机器。乔利用男人智商低的特点，骗他说，如果能带自己去时间机器，就给他八百亿美元。虽然这个时代的人智商低，但他们仍然和所有的人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爱钱。男人一口答应。两人在前往时间机器的路上，还顺便带上了偶遇的丽塔。但是乔却在扫描仪前暴露了自己手上的身份卡，于是全世界都知道了。 这个区域有一个越狱犯，警察立马赶到，将他抓了起来。然而他并没有送往监狱，而是被送往白宫，因为在他入狱前的那个测试中，他被认为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，甚至比现任总统还聪明。所以他现在得到了一个新身份——内政部长。愚蠢的总统在乔的宣誓就职会上表示，全世界最聪明的乔会在一个星期之内解决这个世界的粮食问题、经济问题、沙尘暴问题，甚至粉刺和晕车反应。如果乔做不到的话，他将会把乔大卸八块。 乔在旧世界也只是平平无奇、游手好闲的图书管理员而已，他根本就不懂怎么解决这些问题。他甚至连内政部长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。幸好乔发现了庄稼不生长的一个重要原因，是这些人一直用奇奇怪怪的布兰多饮料来浇灌土地，因为布兰多饮料在很久之前就垄断了整个和食品有关的行业，没有什么是一瓶布兰多无法解决的。如果有，那就用两瓶布兰多。 这些人还说，这种饮料里面有庄稼需要的电解液，所以用来浇灌农作物是极好的。乔完全无法跟他们解释为什么庄稼需要水，于是他放弃了解释，而是直接告诉他们，他能够跟庄稼对话，以后只需要用水来浇灌农田，就能够解决粮食问题。但是这个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改变，几天的时间根本是收效甚微。而不用布兰多饮料浇灌农田，直接导致布兰多公司的股票跌到了零。 这造成了一半的人口失业，所以人们纷纷开始暴动，喊着要杀了乔。乔再次进了监狱，并会在明天被施以重刑。在最后的时光里，丽塔前来探监，乔只是让他去找时间机器，一定要回到过去，叮嘱所有人好好读书，千万不要让世界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然后他就被送上了刑场，开着一台面临报废的汽车和两辆改装神车进行决斗。这接下来的场面应该是一场血腥，但幸好丽塔发现那片用水灌溉的农田里长出了植物。 这无疑证明了乔是对的。他立刻赶到对决现场，告诉总统这件事儿。但是总统并不相信。于是丽塔花钱买了个直播摄像师，去农田里现场连线直播那些发芽的农作物。对决现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。就在乔一只脚已经迈进地狱的时候，总统及时的将他拉了出来。他因为成功让农作物发芽被赦免，总统还给他安了一个副总统的职务。但是乔一心只想回家，他拒绝了总统的好意。所有的公民都慌乱了起来，他们还有那么多的问题等待解决。 垃圾经济，还有核泄漏，在所有人期待的目光下，他愿意留下来。他这才知道，所谓的时间机器，只是一个游乐场的电动车而已。在乔留下来后，他继任了美国总统，丽塔则成为了第一夫人。他们生了三个孩子，全世界最聪明的三个孩子。虽然整个世界智商低下的情况近期还无法改变，但我们总要向好的方面去看，不是吗？好了，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。如果你点点关注、评论的话，我就陪你一起拯救世界哦。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，让迷妹带你看尽各种精彩科幻电影。下期见,见啦！